欧巴，今天想韩可以吗？台北超人气韩式料理黑猪猪五花美味大爆发啊！今天要介绍的是位于台北大安区的想韩时尚韩食，他们家呈现非常缤纷、充满粉红气息的氛围，不仅可以体验穿韩服拍照，还可以享受被韩国明星包围，每个角落都充满撒浪嘿哦的感觉。梅森今天品尝的是双人套餐，从主食到甜点饮料都有，炸鸡是他们家的人气王哦，也是韩国料理必备。我们选的是欧妈妈，肉质吃起来非常软嫩，甜蜜的酱料越吃越刷嘴，炸年糕串串甜甜辣辣的滋味，吃一串我就很饱了，非常有分量。再来就是韩式烤黑猪猪五花，是梅森的爱哦。我最喜欢猪五花泡菜，再加上各种新香料，再用清脆的生菜包裹，一口吃下真的是麻西嗦。他们家搭配的餐点分量刚刚好，吃的也非常满足。再来就是他们家的甜点，是用铜锣烧加上奶霜内馅和口感有点类似雪酪的夹心，为今天画下完美的句点。想韩是梅森会再回访的店哦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拜拜。